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感谢赞美神，让我能够有美好的信息三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起来翻开传道书第六章，我们一起来翻开传道书第六章，我们一起来默想这段的话，我们一起来默想上帝今天要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六章。那我们也赶紧的，你可以把这个灵修的连结来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可以一起进到线上来，一起跟我们一起来灵修。那你预备好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翻开传道书第六章，我们要一起来看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反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人若生100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，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，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。那人虽然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？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加增虚浮的事迹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看完了传道书第六章，我们一起你也一样的可以继续来默想这几段的经文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也就是今天早晨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，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。我们花一点时间来默想这段的话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两分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围着今天这个晨祷会来祷告，也围着我们自己来祷告，向神说：主啊，我要渴慕你，我要更多领受你的恩典，我要在这个晨祷会当中，我祷告求你向我说话，让你的灵来开启我的心，预备我的心灵，让我能够领受你的话，以及我能够用主啊，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来敬拜你，我要用我的全心来到敬拜你。主啊，帮助我能够将我的情感来向你表达，当我举起我的双手敬拜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灵就能够在我生命里面工作。主啊，我不允许任何东西拦住我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要做一个决定，只要有晨祷的直播我都要参与。主啊，这是我的决定，因为我决定要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依靠你。主啊，你就是我生命的源头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力量，你就是我生命的盾牌。主啊，你就是我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你就是我得胜的诗歌。主啊，你是我生命的亮光，你光照我。主啊，你就是我的阿爸天父，我要更多的依靠你。你就是我的牧者。主，当我依靠你的时候，我就不至于缺乏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我要认识你的话语更多，我要明白主啊你的名，以及当我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我能够述说你的名。主啊，我能够数算你在我生命的恩典。主啊，我能够高举你的名超越一切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唯独你，唯独你是我生命的一切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要敬拜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要高举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谢谢你。主啊，我向你说，我的心，我的灵预备好，我就是要把最好的一切来献给你。主啊，谢谢你祝福每一位，祝福我们能够无论是听的讲的也蒙你的恩典。阿们。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依靠我们的神。靠着主，靠着上帝，我们要一起来欢喜快乐。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世界欢呼，因你护庇他们，永远那爱你名的人，是的，都靠你欢喜。投靠主，我们就欢喜。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世界欢呼，因你护庇他们，永远那爱你名的人，都靠你欢喜。在他们滋味，这必护卫。是的，哈利路亚。如同坚固的盾牌，为他们遮盖。是的，为他们遮盖。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。愿他们喜乐。时常欢呼，因你护庇他们。操作我的主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。都靠你欢喜。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你护庇他们，永远那爱你名的人，都靠你欢喜。是为这必护卫，如同坚固的盾牌，为他们遮盖。哈利路亚！投靠我们的主，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你护庇他们，永远那爱你的人，都靠你欢喜。我们来投靠我们的主，愿他们喜乐，愿他们喜乐，因你护庇他们，永远那爱你的人，都靠你欢喜。
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耶稣，阿门。今天早晨我们要来依靠这位全能的上帝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交托给你，求你带领与引导，让我们说一声主啊，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Hallelujah, Kurabashikiriyana. Hallelujah. 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
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，你决不决定跟随神而永不回头，好不好？你来向神表达说你要跟随他永不回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来爱你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耶稣耶稣
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哦，一起的自由来敬拜他。是的，主耶稣，好不好？今天早晨我们大家学习，我们用悟性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，让神的灵透过你，透过你的口把祷告带出来。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开口来向神祷告，就像这首诗歌说：主啊，我要倾倒我自己在你面前，就像当年玛利亚一样。哦，他来到耶稣的脚前，他来聆听神的话语，他来寻求神。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这今世我都要寻求你。主啊，我要渴慕你更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晨我们来不是再来听一个晨祷，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唱诗歌而已，我们要来到神的同在的里面来宣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主啊，我要进入你的幔内，我从圣所要进入到至圣所你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大家，如果你会用方言祷告的，会用灵祷告的，而我们一起用灵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跟着和弦一起的自由来敬拜。哦，耶稣，告诉耶稣说，主耶稣向我说话，可能你需要神的平安，你说耶稣把你平安赐下来，可能你需要神的灵在你生命工作，说耶稣我需要你灵在我生命工作，耶稣我需要你，耶稣自由的应许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亲爱的圣灵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来满足。 Lord, we pray, let your spirit come, touch us right now. 耶稣，
定睛在他的跟前，向他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是自由敬拜的时刻，告诉他你爱他。是的，耶稣，我爱你。每分每秒，每秒好好的保佑，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从今以后，永不回头。告诉他，你永不回头敬拜他，永不回头跟随他。为新歌唱出来，很自由的，无论你的声音好听不好听，那不是很重要，最重要你的歌声是从你的内心所发出来的。嘿，耶稣，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你，每分每秒进入你的同在，生命在你的跟前。弟兄姐妹，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，你就自由地举起你的双手来敬拜主，告诉他，因为在你的身边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你跟耶稣在一起。你的挣扎 What is your struggling? Let's speak to him. Let the Spirit minister to your heart. Let the Spirit minister to your soul. Hallelujah. 是的，耶稣，服侍我，服侍我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不是我的灵，耶稣，如果上帝的灵感动你，你可以用悟性，用祷告回应说，耶稣，我谢谢你，我知道了你灵的指引，我清楚了，向他回应。如果神的灵充满你，安慰你，你也跟他说，耶稣，我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，向耶稣说感谢你，主啊，我要满满的被你充满，我要满满的被你得着。 Lord, I want to come into your presence, 我要进入你的同在的里面。耶稣，从今以后我永不回头，
耶稣，我谢谢你。亲爱的耶稣，今天早晨我谢谢你，我向你感谢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忙忙碌碌我们的生活，但是却没有来到你面前等候你。我们就是很匆忙的进行一些宗教的仪式，就是祷告。我们以为有祷告就可以的，主啊，我们以为我们有读经就可以的。但是主，我们祷告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。主啊，让你的话语就如希伯来书所说的，这是活泼的话，像两刃的剑一样。主啊，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拨开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从今以后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来依靠你，知道你是活作的神，知道你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。不只是把你停留在我们的思想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欢迎你进入我们的灵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掌管我的言语。每当我来到你同在唱诗歌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很快就已连接上。主啊，我谢谢你提供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能够来敬拜你。我要向你献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，今天早晨我们谢谢你帮助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。这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这时候我们向你说，我们预备好要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如此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只要我们有一些时间，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的进入灵的敬拜跟自由的敬拜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神的话语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行在圣灵里面，那我们就不会体贴肉体。所以晨祷就是帮助弟兄姐妹每一天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，告诉神说，主啊，我在这一天的开始之前，我把我的生命，我的心思意念，让你的话语充满我，让你的灵充满我，好叫我灵能够得到更新，接下来一整天我所做的工作都会被你来掌管。因为我承认你就是我的主，因为我承认你就是我的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感谢神。今天早晨我们要进入到呢传道书第六章。那今天早晨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有带雪妮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带雪妮牧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，谢谢陈龙副牧师邀请我在你们的晨祷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，也感恩看见你们的晨祷从 MCO 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，也听见有美好的见证。愿上帝亲自加力给你们，赐福你们的晨祷会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更大的祝福。我们的教会城市星光教会在2016年4月份开始了晨祷，原本以为只是维持一个月的，但结果这个晨祷一直维持直到今天已经4年多了。无论是过年过节，我们都持续的晨祷会，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星期一到星期六6点钟，星期天7点45分，我们都一样的持续晨祷，跟弟兄姐妹一起在清晨的时候朝见上帝的面。我们从诗篇开始查经，
总共查了三遍那么多。后来我们就查考新约，除了启示录之外，所有新约的书卷我们都查过了。现在我们回到旧约的里头，从创世纪开始，那目前我们查考到出埃及记了。感谢赞美神，原本以为是一个月，结果维持了四年多。也感谢神，在这么多年里头，这么多天里头，每一天的晨祷会都有弟兄姐妹一起跟我们同心的来祷告，来亲近上帝，这是一件极美的事情。如果不是靠着上帝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。感谢神，我们维持到今天是上帝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也有教会一般的团队一起的配搭来带领这个晨祷，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今天我祷告，我也深信你们教会的晨祷也要持续下去，不要停下来哦，让你们的晨祷可以带给更多的人更大更美的祝福，让坛上的火永不熄灭，继续的燃烧。阿们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传道书第六章，那主题是真正有福的人生，真正有福的人生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认为你的人生是真的很幸福的？请在留言处里面按 like， 或者在留言处里面写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人生是幸福的，你为着你的生命感恩，因为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是真正有福的人生。请按 like 或者是写阿们，写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父上帝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六章，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第一节，我见至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与至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赐用，凡有外人来赐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人若生100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纪增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富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，这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，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有见过天智，也毫无知觉。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。那人虽然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。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在这几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所罗门他说出他心里面的那个感受。今天我们华人是怎么样看富这个字呢？华人怎么样看定义富这个字？人的一生怎么样才算为有福呢？我们都知道华人很看重这几个字，富、禄、寿、喜。富是代表一个人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心想事成。禄是代表一个人拥有资财丰富、尊荣和权势。寿是代表一个人在世年纪长久。喜是代表一个人有家庭，有众多的子女。富禄寿喜，对于华人来说，这就是人生一个大福气。但是对所罗门来说，虽然拥有了这一切人们所极力追求的事，人们认为有福的事，但结果却是如何呢？所罗门王说，虽然拥有了这一切，却不能带来真正的喜乐和享受。
就在第二节里面，我们看见这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于是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这是华人看来是有福的人。但所罗门王说，只是神使他不能赐用，凡有外人来赐用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怎么会自己赚来的自己一无所缺，却自己不能够享用呢？或许可能是当他赚了钱来就失掉他的健康吧，或是他赚了钱但却没有子孙来继承他的产业，结果他所赚取的却给别人外人来享用，这算是有福的人生吗？所罗门王又说，虽然拥有了这一切，却不能带来平安或者是安息。有钱人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平安的。所罗门王说，这一些有钱人啊，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啊，他们内心中缺少了那种的平安，是那一些还没有见过天智也毫无知觉的胎儿，那个夭折的胎儿，比这一些有福的人有财富的人更加享受得到安息。得了金钱，得了名利，得了地位，但内心却是没有平安。所罗门王也提到，虽然拥有了这一切，却不能得到别人的爱，死的时候也无人埋葬，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件事啊！虽然有儿女，虽然得享长寿，但当他离世的那一刻，没有人为他哀悼，没有人为他安葬，你说这人生是有福的人生吗？虽然拥有了这一切，却不能带来心灵的满足。有儿女，有长寿，但心里却不得满享富乐，这是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。虽然有满满的祝福，有财富，但内心里面却是虚空的。所罗门提到，虽然拥有了这一切，到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亡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对于所罗门王来说，这一些人有福却享不了，他的人生岂可称得上是有福的人生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才能过真正有福的人生？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神的话语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是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撒旦魔鬼以为他能够用名利、用地位、用金钱来诱惑人，让人为了金钱、为了名利、为了地位而失去了其他更多更宝贵的东西。我们以为我们得着了，但我们却是让撒旦魔鬼来偷、来杀害、来毁坏，使到我们拥有的却不能够好好的去享受它。但是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唯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真正幸福的人生。如果你认同说唯有耶稣才能够给你真正幸福的人生，好不好再一次在你留言处里面按多多的 LINE， 然后写哈利路亚、阿们、有主，我们才有真正蒙福的人生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在传道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，第七节到第十二节，这里说，人的劳碌都为口福，
心里却不知足。第八节，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，有什么长处呢？第九节，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以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第十一节，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劳碌不得住，人一生劳碌却是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，我们也无法掌控未来。弟兄姐妹，唯有我们把我们一生交给主，由主来掌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活出真正满足和幸福的人生。怎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呢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他对着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活水的时候，他告诉这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自永到永生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我们为了许多事情忙碌，我们为了许多的事情来争取，但是不管怎样争取，怎样忙碌，或者是我们得到多少都好，我们的内心里面始终都觉得还不满足，喝了还要再渴，喝了还要再渴，还要寻求，还要得着更多更大的满足。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主他要给我们生命的活水，唯有当我们领受这生命的活水的时候，我们将永远不会再渴。这生命的活水要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，自永到永生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要追求的是地上给你的享乐福气呢，还是你要追求的是上头，是天父给你的那永恒的盼望呢？还记得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到一个比喻，一个无知的财主，他为自己积许多的财宝，甚至他原本的那个仓库没有办法容纳他的财宝，他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收集，来寄存他所拥有的财物。但是就在那一个晚上，耶稣对他说，今夜我要你的灵魂，你所有的要归给谁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你的生命是有福享不了的生命，或是劳碌而不得住的生命，那你又怎么会活出有福的人生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所罗门王在六章第九节里面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忠告，他说，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对于所罗门王来说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劝勉我们，不要妄想那些还没有的东西，乃是要为自己已经拥有的为我们的满足，
这样你的人生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生。不要单单与地上的事为念，我们更要与天上的事为念，因为地上的事总是会过去的，唯有天上的事才是拥有永恒的价值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记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吧，不要单单为了这短暂的人生，一次的劳碌一次的劳碌，却不知道自己劳碌是为了什么。今天我为你祷告，盼望你的人生不是有富享不了的人生，不是劳碌不得住的人生，而是有主万事住的人生。只要有主，就有真幸福。但愿上帝赐福你，让你真正的去体会，去了解所罗门王给我们的忠告，这地上的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寻找到真正的满足，才会带给你永恒的盼望。如果你愿意因着有主而万事足的话，好不好在留言处里面写下这几个字，有主万事足，有主万事足。只要有主，就有真正的幸福。愿上帝赐福你，愿神的话语成为你心中的依靠、力量、盼望和帮助。阿们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谢谢戴雪林牧师今天分享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让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常常就想，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他们有幸福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拼命的做工，我们拼命的做工，我们盼望他们不会将来不会的生活过好像我们这样的情况，可能会比我们更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，我们就会拼命的做工，甚至有些可能你到新加坡工作啊，到国外工作啊，也有甚至有些人为了工作去到国外去所谓的跳飞机啊，你大概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。为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呢？我们主要是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读到一个名校，希望他将来能够长大了，他有好的出路、好的工作、好的事业。但是呢，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我们发现，到后来，有时候你会后悔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拼命工作的时候，钱赚了，但是你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，果然真的他长大了。但是他不听你的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有他自己的作风，他有他自己的路所要走的，所要往的。弟兄姐妹，那么你想起来，你会不会觉得之前你这么做会觉得是不是已经花费了吗？那所以今天早晨戴牧师跟我们说的，有主万事足，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，我们都要想到以神国为价值，这个叫做天国文化。我们要活出一个天国文化的基督徒人生，就是有主万事足。我们做些什么事情以神为主，我们知道是的，我们要让我们孩子读好，要过得好的生活，但是那个根源就是要帮助他们在灵里面成长，依靠神，追求神。所以当你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不要为了赚多一点钱而失去了你跟你孩子的时间。所以要多陪孩子，让孩子，我们华人常常说三岁定八十，就是一岁到三岁，他一出世到三岁那段时间是最重要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教育养育。就像犹太人一样，他们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都在教导孩子
以后孩子长大之后呢，这个孩子就走在神的道路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你有很多的财富，但是你孩子将来败坏，不跟随你，不跟随神，值得吗？还是你要看到你的生活还 OK， 有什么有的吃有的穿就好了，但是要看到孩子是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今天我们要看到有主万事主。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的玛利亚，她看到耶稣，她来到耶稣的跟前。所以好不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以这首诗歌倾倒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告诉神，主啊，我要把我的生命完全倾倒在你面前。那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。就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举起双手，让圣灵来工作，盼望透过这首诗歌，神的灵来向你说话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她把她最好的献给神，因为她知道耶稣她生命的重要是什么。哈利路亚。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，把你最好的打破在耶稣的面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，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体贴你领过生命，主为你告诉他，耶稣倾倒我所有，耶你的旨意，愿你旨意，让我的家庭里面做什么都以你的旨意，我的生命里面命包括我教育孩子，每秒包括我带领家庭，每分每秒毫无保留的我所有，今生都要跟随你，永不回头，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，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，只为你。哈利路亚。倾倒我所有。那我们一起来唱。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主啊，毫无保留。每分每秒毫无保留。我会鼓励你，不管你是做主的，一起要站起来，举起你的双手。或许你可以跪下，举起你的双手。诗歌唱进你的心里面，从今以后我永不回头。Yeah.
那么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我相信今天上帝透过这段的经文有好多的话向你说，你有好多的东西需要做调整。透过今天这个信息，神的灵告诉你，孩子啊，有许多的事情你要开始调整，你的生活的价值，你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文化，你要活出怎么样的文化，都由你自己来做决定。今天你的决定，它就会决定你的未来。就像这首诗歌说，我的未来，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就像当年的玛利亚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香膏就是它最贵重的。什么是你的香膏？你生命当中最贵重的，交给耶稣，打碎交给耶稣。你的心里面什么是你所爱惜的，但是它不是神要你所保留的，你要放下，你要放下。因为没有放下就没有更好的。耶利米书说，如果没有被拆毁，就没有新的神的工作重建起来，没有修剪，就没有美好的植物被成长，没有拔出，就没有好的栽种。弟兄姐妹，没有黑夜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白昼的重要。生命里面神允许让你走过这一切，都是有他的美意。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，神就开始工作。让我们把最后的这三分钟的时间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感恩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看到，主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了，我们虽然说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唱的歌也说我们要跟随你不回头，但是主，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是不跟随你的。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没有把你看成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的口所唱的跟我们心跟我们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主啊，从今天开始，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，主啊，我们必须我们的心跟我们所行的是一致的。难怪主，我们看到好多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生命里面有极大的翻转，原来他们生命里面渴慕你的、寻求你的，跟他们所行的是一样的。他们生命的意志以及你的恩典跟祝福领导。主啊，从今以后，无论是我的婚姻、我的将来、我的家庭、亲子的关系、我的职场、我的生意，我都要欢迎你进来。我都要欢迎你进来。 I want to ask you to come in into my life. 主啊，我要你来做王，我要你来做王。弟兄姐妹，就花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跟耶稣说，主，我欢迎你。想到什么要欢迎耶稣进你的生命，你就欢迎他进来。耶稣，我欢迎你进到我的婚姻。耶稣，我欢迎你进到我的家庭生活。耶稣，我欢迎你进入到我的亲子关系，我跟我的丈夫的关系，跟我妻子的关系。我要欢迎你进入到我在教会团体的生活，跟弟兄姐妹有什么是我应该放下的，不要再执着的，我要放下，我完全的依靠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向你祷告，我祷告你要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让他们生命当中，他们听到你话语之后，他们愿意的降服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他们愿意的以你为念，愿意的以你为主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每一次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，你都会给我们亮光，都会帮助我们。
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已经到了7:30，我们要各回到自己工作的岗位。我也祷告祝福你的孩子，今天上学的孩子，下个星期要上学的孩子，祝福每一个小朋友，你家的小朋友都能够欢喜快乐的去上学，而且每当你孩子还没出门之前，做父母的为孩子按手祷告祝福，说爸爸妈妈祝福你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让你去学校有神的恩典，神的保守，让神的灵跟你孩子一起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时候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。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灾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愿神的灵祝福你们有美好的星期三，我们明天见。